冬月是农历几月份？农历十一月为冬月，又称孤月、畅月、仲冬。进入冬月，阳气潜逆，阴气盛极，自然界的蛰虫伏藏，人体代谢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，人与天相应。冬月养生保健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冬天防寒保暖，最主要的是衣着，但要因人而异，注意衣服气候，晨起服热粥，晚餐宜节食，以养胃气。冬日阳气肃杀，夜间尤甚，要早卧迟起。冬天要多出户外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，提高机体耐寒及抗病能力。另外，身体的一些暴露部位，如手、耳、鼻、唇等，在冬天很容易受到寒冷伤害。外出时要选择合适的手套、口罩、耳罩以及围巾等加以保护，防止发生冻疮或冻伤。